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Cecilia。大家好，我叫 Cecilia， 我在 BU 读 Translation 的，现在是 Year One。其实呢，我是一个内地生，然后非常开心这次可以入选 Ustar 的这个比赛。然后我平时就比较喜欢看电影啦、听歌啦，尤其是一些 Hip Hop 这样的音乐啦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我，谢谢啦，拜拜。